上居住，烦恼就是你给的帮助。我乐意提供你一个免费住处，你却执意给我一笔庞大的数目。打从你搬来我的心上居住，烦恼就是你给的帮助。我乐意提供你一个免费住处，你却执意给我一笔庞大的数目。有了这笔额外收入，我想起了暴发户，大口吞咽，大杯喝酒，于是却执意给我一笔庞大的数目。有了这笔额外收入，我想起了暴发户，大口吞咽，大杯喝酒，于是你金门一年三个月的日子里，我不止一次登上了太武山，在那里我读了一些诗，也听到了一些声音，他们说那是故乡的声音。